今天咱们来做一个脆皮雪媚娘，给它挂上一层脆皮。哇哇，你们想吃吗？一会儿一咬嘎嘣脆呀，好沉呀。啊，它突然觉得它好像那个巧克力派呀。我在想那个巧克力派是不是那种面包加然后加芯儿，然后再蘸一层巧克力脆皮的感觉，像不像？哇，不要掉下去。哇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吃了。哎呀，好不好看？哎，我手上都是面。嗯，越擦越多。哇，天哪，太好看了吧。咦，这叫巧克力雪媚娘。哇，好看，下个视频吃它。